嫉妒。嫉妒？没错，嫉妒是最强力的春药。拍照传给富康，我保证他会火速前来。接着，豪气就上场了。你们两个怎么可以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上课要专心一点。教练，对不起啊，继续。很多事情呢，其实呢，养天地正气，法古皆完人啊，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。我们啊，做人处事。你在干嘛啦？这是我们的战略方向，我们现在正在沙盘推演，你不要乱演自己家戏好不好？哦，不是这样演的。对，要配合我们的演出嘛。配合演出。对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不要再乱演了。好 ，OK。好，我知道。跟他们聚会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Action！ 哎，来开始，哎，推，哎，吐气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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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，这是战手，够，放开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的女人，放开禁锢他的枷锁，放开！小心我教训你哦！他是我的女人，知道吗？秋月，不可！秋月，不可！秋月。必杀技之下，从此月月与康康过着幸福且快乐的日子。我还真没想过有比这个更烂的方法。不是嫂子，你这样讲话就不对了嘛！你要我帮忙，怎么还说我烂呢？安琪嘛，你就这么一点料而已吗？你的主意就是带男人去找别的女人，带女人去找别的男人，你就没有第三种方式了吗？素质啊，不重要，成功才是王道。你想嘛，上次我带富康去那个Piano Bar跟南希喝酒，你不就是马上渡火中招赶过来了吗？啊？我是很生气，但是我现在如果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那富康不是更气我吗？啊，拜托啊！我们夫妻现在已经相敬如宾了，还用这种烂招吗？哎，我在想，你根本是想要破坏我跟富康的感情。你要相信我，这是让富康回心转意最快的方法。不行啊，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。嫂子，现在面子不重要，好不好？要把富康心抓回来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要挽回富康也不能这么做啊！让我的心情让别的男人泡，真是恶心死！算了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哎，嫂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那边端架子要面子？我看啊，你要富康的回家之路啊，还有一段遥远的路要走嘞。天地电视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三季，守住爱情。